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赶羚羊。肯亚这名35岁男子木鸟欧偷了妈妈的两头羊，带到树丛里连续性侵2小时，结果这两头羊精疲力尽惨死。妈妈大义灭亲举报，木鸟欧被逮捕，因为他付不出保释金，因此继续被监禁。报道也指出，当地有不少单身女乡民在找对象，因此木鸟欧偷羊打炮实在不合理。司仪娟综合外电报道。